呢一題我哋直接 solve 咗個 x 先。咁呢邊呢個 solution 要留意嘅地方係呢個減號咧，其實係 for 成個二加 x over 七嘅，所以呢個負要擺喺二之外，都要擺翻喺 x 前面，所以就會變成係負二減 x over 七嘅。咁呢一個我哋需要全式乘七啦。最後 x 就係細過 4.125 嘅，咁如果依家係 or 嘅話，咁就係需要符合一個條件就可以噶啦。咁依家係 x 係大過負一，同埋 x 係細過4.125，咁我哋會發現 x 大過負一，即係負一後邊嘅所有數都可以，同埋只要 x 係細過4.125嘅所有數都係可以嘅，所以我哋就會發現。所有數字都是可以是一個 solution， 所以答案就是 D 了。